是个感觉性非凡，那一时那味道哈，真的。过程那根钢管都插到车里去了。哎，这整个事业有轻的有重的，你要把人都搞死了，那个还跑得掉？这车都啥东西？哎，现在搁那个树上，也不让站在这边，看见没有？学校还是医院的呀？我弟呀，教的是学。是条狗吗？要这样锁住？这不是条狗啊！他闯岗啊！他闯岗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的。这是人。我说了几次啊？这是人。我让他出去。报警，兄弟，报警！我报警了。报警！我报警了。这是人。我让你有点人良，有点人权，有点人性吧？出去啊！我那个同行，我跟他不认识，我都看得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去啊、我跟他好好说，好好说了几句。这是人，兄弟。48分钟，从一位师傅三明治到安优酒店。我刷卡进来的，我跟刷卡进来的。我拿你呢，我说你自己找你同行问一下。你可以挡住他，你不能锁住他。我跟他不认识，我看的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是。你看，私底下兄弟，私底下儿子，你妈，私底下姐妹，你把他锁住啊！啊！在单位确认。他不闯岗，我会把他锁住吗？因为这不都进去，都不是我。那闯岗也不能锁，那拿着枪把他枪毙得了呗。我又不枪毙了，我出去扫码。啊、拿枪把他们枪毙得了呗。我回来再搞一下，不行吗？我也是来每次就扫，就这就差一分钟了。是你家兄弟，是你家弟弟，你这样对他吧？别人把我把你弟弟这样锁住，你怎么想？啊！我把你弟弟这样锁住，你怎么想？问题吗？你进来，这也不是畜生，这是人，懂了吗？我说你什么了吗？我了，哎呀妈，这人这身上，这烫的，哎，我能过去不？我要回家，哎呀妈，这身上烫的，咋整的？哎呀妈呀，你赶紧的呀，报120啊！报完了，哎呀妈，楼下消防车都来了。消防车来了好多，不知咋救呢。哎呀妈，真吓人呐！这我一个弱女子也没法去救，我120去了。这是个浴池着了，里边给爆炸了，是什么爆炸了？把人崩的。哪儿啊？这是？就这浴池里头。这是浴池啊？啊，对，旧浴池好像是谁到干啥崩的，把那人崩的那身上的皮。狗日的，下次去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有耗子又来了。有耗子又来了，老子该说清楚。
发了，票根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进引进带了。脾气在哦，从而准备好了，干什么？希望各酒相关部门给我开到些该酒的酒。把这个袋子好多肥皂嘛，没用的嘛。在我面前发生这个狗日我确实看不下去，弄不好那天就弄到自己餐桌中来了。希望相关部门我看到嘛，就是嘛，该逮就逮，知道吗？该查就查，知道吗？哎，年儿陈有儿也一个，这边现在还开票呢。啊，不是嘛，有票交给地方了。一票有，拿起了，进去了，看嘛，又要一票。进来，进来。空调儿要吧，再哎，空调儿一下子就是嘛，这注意事情太鸡巴魔性了。你跟人家哦，可是还有个同伙，看明白吗？这垃圾桶都啤酒。我操，房子都没了。看看这大风轴的，我操，这房子瓦都没了，房子买一片的，看看这场风，他妈的都这房子都给轴了，这太钢房。等一下，现在 4S 店的人过来了，即刻 4S 店的人过来了。来，动力电池热失控，请立即远离车辆，拨打报警电话。整个车库都是烟啊，全是那个机油味儿、液压油的味儿的。消防什么全都来了，还好发现的早，发现的晚就他妈烧掉了。操，这能开吗，兄弟们？关键在这里啊！对，我让记下来干什么？是这个值吗？第一个，我第一辆车买的领克01四驱的，然后那个车没卖，还在买。现在第二个车买的这个。啊，舒逸 DR6653， 11万多公里，不到12万公里，刚到下一次保养，还没超过100公里，就说这两天去保养了。这都吓人，我操的！这他妈要是开车的时候人不烧死了？电车不能买了，电车不能买了。这个车反正我是不敢开了，我就是车主。你要录啊？我自己肯定要录呀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
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